上人儿。到你了，赶紧的，别耽误时间。教练，戴口罩干啥呀？戴口罩啊？这监控能看着你脸呢吗？戴口罩啊？啊啊啊！行啊行啊。好的。加油啊！谢谢教练。这店里踩油门你听不懂啊？我葬礼入党放离合，快点走啊！来，稳一点，放好离合。哎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脚的踩住刹车，慢一点，我叫你刹车，刹车听见没有？刹车呀！哎，看着下车，快点！哎，你干嘛捂脸呢？捂脸方向盘踩刹车，快点，刹车！我说你开车怎么像骑马呢你啊？怎么的？啊对，啊慢点，是的，对是的，好，嗯对，好，好这个时候来来右转右转右转，哎哎，直走了啊，直走也行，直走也行，那个反正条条上路通罗马嘛，对对对对，请那个领悟到开车的最高境界了，对对对对。教练。啊。那我学的差不多了。哎，差不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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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回去再巩固一下知识啊，那个逢考必过，逢考必过，哈哈哈哈，逢考必过。师傅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停车了吧？可以停了，差不多了，可以停了，真的，可以停了，大哥。我可以停了。